这洞就应该是这个城墙，上去之后是这个城墙。但是吧，我现在想去的是一个好的观景处，能够看到整个布拉格的这个山貌，但是好像只有上到那个塔上才行，那个塔还花钱，这该怎么办？这该怎么办？啊！我操，我这表演太浮夸了，这有点像周星驰嘛。其实大家想一想，周星驰的表演风格不就是这样吗？就是突然间极不夸张的表情，然后突然间就恢复正常，就给人一种哎呀我操，这什么东西这么怪异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好了。